大家好，我是居安妮，我们赶快来欢迎今天的天使实习生小小朱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朱迪。哇，她本人长得很漂亮哦，而且她是我们这一周的第一名，她收集12000个 Davis Angel 特制礼耶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，而且创下我们开播以来的记录哦。很开心小小宝宝们可以让我参加 Davis Angel， 真的太棒了。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大伟哥出什么样的任务给我们。哇，刚刚的任务实在是太可爱了，你们觉得嘞？好，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你的 ID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小 Judy， 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这周我表演的小才艺哦。好，那6月22号星期五晚上8点，请准时收看 Davis Angels， 拜拜。我抽的差不多了，烟又过了差不多了，一天时间差不多了，钱我花的差不多了，钱和味也差不多了，事做人要差不多了，这活的差不多了，别人又是差不多的一年。哇，我们赶快来欢迎今天的天使实习生林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漾。林漾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你除了会念 rap， 你还会画画。对，平常直播上画一些原子笔的素描。哇塞，真的是一个动静皆宜的瘦脑猴哦。好啦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大伟哥出什么样的任务给你哦。好，今天大伟哥出的任务是特别为你量身定做的哦，就是在30秒之内把饶舌念完。有没有很紧张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。单杠荡单杠，单杠荡钢弹，钢弹荡单杠，钢弹杠上单杠，单杠荡到钢弹，单杠与钢弹杠上，杠上只有钢弹杠单杠，荡单杠杠钢弹，钢弹钢弹荡单杠。哇，太棒了，厉害！虽然只有错一两个字，不过我们还是让他过关，恭喜林漾。相信林漾在这个礼拜一定有非常好的表现，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你的 ID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漾，那大家记得礼拜五第二天表演来看我，那大家记得支持我，来拜拜。6月22号星期五晚上8点，请准时收看 Davis Angels， 拜拜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居安妮，隔了一个礼拜要换我出任务了。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天使实习生丹菲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丹菲尔。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吧。这边有一张非常非常神奇的卫生纸，只要呢手掌心对着手掌心，我们可以透过这张卫生纸听到彼此的声音，培养出默契哦。哇哦，这么神奇的卫生纸去哪买啊？要问大伟哥。第一个想到的水果，来。哇，有默契。3、2、1，你要到哪里？脖子好奇怪。3、2、1，父亲节。为什么是父亲节？那我们还是要接受一下今天的惩罚，就是这个中华花生豆奶，这味道看起来很奇怪，我们来喝看看。嗯，还蛮好喝的耶。好啦，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你的 ID。大家好，我是丹菲尔，后面有一个小嘴唇哦。大家要赶快来帮丹菲尔加油哦！还有记得6月22号星期五晚上8点，Davis Angel， 请准时收看，耶！拜拜。